今天呢，把我院子里边立了两个柱子，这不要过年了吗？挂两个红灯笼。今天用这条黄花鱼做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美食，非常适合做年夜菜。咱们先处理一下。我们蒸完这个海鱼啊，这里边的水一定要倒掉，因为这个水比较腥，这是冻过的鱼。海鱼这样蒸啊，我现在不用吃都好吃。大家尽量不要用河鱼，河鱼蒸出来没有这种鲜味儿。用海鱼，其实用鲈鱼啊，用我今天的黄花鱼啊，其实都可以。等等一系列的很多海鱼都可以，蒸出来的蛋呢，绝对是比较鲜的。但是咱们冻过的鱼一定记住，第一遍蒸完要把水倒掉，然后接着放蛋再蒸。来，先来一口。又嫩又鲜又滑，太棒了。这里边猪肉特别好吃，完全吸收了海鲜那个鲜味，很鲜的。你别看这鱼是冻过的，很甜的，然后里边很有咬劲，还比较嫩的。